这位老丈，请过来叙话。请问，前边是何所在？此乃古城，已被强人所占。此前有一干强人从芒砀山而来，大约数十骑人马，他们向官府借粮，县官不肯。 一气之下夺了府衙，为首之人抱头还言，武艺好生了得。哎呀，义德下落不明，莫不是三弟？倒像是义德将军。那强人还在此处吗？他占了城池就不走了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至今已有三五千人马，无人敢敌。你可知晓此人尊姓大名？好像叫什么什么什么飞。 啊，真是义德呀！三弟啊，三弟，你为何流落此地，让我找的好苦啊！为找到主公，先找着义德，我们可有落脚处了。公佑，你先快马去城内通报，叫义德前来迎接二位嫂嫂。好，撤！哎呦，何来什么老友？ 义德将军，公佑先生，哎呀，你怎会到此啊？我等寻你好苦啊！坐下再说，快请。孙公佑，兵败之后，你去哪儿了呀？ 李三之后，我逃至汝南，先是在刘辟处栖身，顺便打探皇叔下落。哦，后来呢？不料路遇云长，他奉二位夫人到了。哼，你不是诓我吧？今闻玄德在汝南便不顾险阻，前来相会。义德，嫂嫂，三弟出城来了，我前去迎他。二叔快去！三弟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！ 三弟，你何故如此？你背信弃义，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二位叔叔，快些住手！你背叛兄长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赐爵，今日还来骗我？二位叔叔，住手！ 二位早都在此，你问个明白。三叔何故如此？嫂嫂，休要替他说话，待我杀了这个傅义之人，然后奉嫂嫂入城。义德不要冤枉云长，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而栖身于曹操。是啊，三叔，如今得知你哥哥在汝南，便不必险阻，奉我们到此。忠臣宁死不辱，大丈夫岂能一身是二主？云长辞了曹操，为寻皇叔。 一路过关斩将，千里护送夫人，可谓背城艰辛。是他不安好心。云长若无好心，路过古城，为何要寻将军见面？义德还请明察呀！你也为他狡辩，他是心怀歹意，设计捉我，陷于曹贼。我若捉你，必带兵马前来。你看我这一行几人？ 陛下，你有什么话说？还敢骗我？
二叔。我先斩了来将，以表真心。好，我这里三通古棒，你若斩不了来将，便无真心。官员，你杀了我外甥秦琪，我奉丞相之命特来擒你。秦琪据守渡口，图谋害我。你得如何呀？哼，这老儿命当该丧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蔡阳是奉丞相之命来追我吗？不不不，不是。关某是否真心？三弟，你问此人便知。快快给我从实招来！是是。蔡阳听说关羽杀了他外甥，便要来河北寻将军报仇，这丞相不允，命他去汝南攻打刘辟，不想在这遇到关将军。蔡阳是自寻死路，押进城去，待我问话。小的说了几句事实，不敢有半句虚言啊，将军！将军，三弟，二位嫂嫂，快快随我进城。何必受这份窝囊气？走，山寨中还有几百号弟兄，我等上山再说。给我住口！清者自清，休要胡言。父亲，三叔既不相容，倒不如去汝南寻找伯父，想必他会接纳我们。对对，早听说刘皇叔宽厚仁德，咱去往汝南吧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我是个粗人，我错怪二哥了。父亲，父亲，要打要罚，听凭二哥发落。三弟啊，你明白我一片苦心了。二哥，二叔高风亮节，忠心可昭日月，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他
可为寻皇叔一路斩官夺爱，历尽苦辛，护我姐妹，你怎能不问青红皂白，错怪于他？云长身在曹营，心在汉室，曹操一世奸雄，也为关将军浩然正气折服啊！三弟明白就好，公又不必再说了。翼德，云长，翼德，兄长，糜竺，糜芳，你二人如何到这里来了？自从徐州失散，我二人回乡避难，听说云长在许都，主公和简雍去了河北。我等听说一位张姓将军占了古城，想来必是翼德无疑，于是便寻访到此，不想得遇云长和夫人，真是意外之喜啊。我明日便去汝南报知皇叔。二哥，那曹操真把俺老张的大名写在袍襟上了？快，渴死我了！公友，见到主公了。大哥怎么说？哎呀，你就快说嘛！皇叔未在汝南。什么？皇叔现在何处？怕惹袁绍生疑，他又离开汝南，返回河北了。哎，云长不必焦虑，可再往河北报知皇叔，接他古城相会便是。我去接大哥，还是我去为好？你斩了颜良文丑，袁绍岂能甘休？不妨，我自会见机行事。就把古城兵马尽数带上，还怕他袁绍不成？不可，古城可为安身之所，不可轻弃。糜竺兄弟可在此留守，我等去迎接兄长。如此最好，可保万全。周仓在。卧牛山中还有多少人马？约有500之众。我等抄近路去寻兄长，你去山中召集旧部，从大路迎接。遵命。前边即是介绍，你等稍后，待我去见皇叔，再做商议。好，我等就在此等候先生消息。你要快去快回。去。公佑先生，可盼到你了。我赶到汝南，却扑了个空。请公佑先生室内说话吧。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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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州离散，诸位都受了许多苦。好在兄弟相会在即，眼下要想一条脱身之策呀。唉，只是我刚从汝南归来，如何不使袁绍生疑呢？皇叔面见袁绍，只说要往荆州游说刘表共伐曹操，如此可趁机而去。好主意。仙鹤先生能随我离去吗？皇叔不必担心，我自有脱身之计。好，召集行事。欲留旧伤不伐许都。荆襄九郡兵精粮足，若与刘景升定下盟约，同伐曹操，则大事可成。哎，我曾遣使邀约，刘表不肯相从啊。景升与我同宗，我若前去，他定然应允。若能与刘表结盟，岂不胜过刘辟百倍？好，那就有劳玄德公了。这明公差遣，干部从命。刘备这就听说关云长离了曹操，欲来河北。
是有此说，却不知他到了哪里。哼，他若前来，我必杀之，以雪颜良文丑之恨。明公千帆说要用他，我才写信召他来，为何又动杀机害我二弟？颜良文丑乃我两员骁将，此恨委实难消。若论忠勇，云长天下义士何人可比？折损的毕竟是我河北名将，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吧？什么名将？哼！颜良文丑不过算两只鹿罢了，云长却是一只猛虎。十二鹿得一虎，明公有何记恨之理呀？我对云长素来敬佩，今以戏言试试你而已。你可差人速去召他，他若前来，我必重用。啊，好，我即刻差孙乾召来云长，以助明公。刘备急去荆州游说刘景升。如此甚好。主公，此意不妥。简雍求见。请。明公，我见刘玄德匆匆而去，不知主公有何差遣？哦，我遣他往荆州游说刘表，共伐曹操。怎么，你有何高见呢？结盟刘表固然是好，就怕刘备一去不返呐。所见甚是，我也有此担心呢。万全之际，我与刘备同往荆州，一来游说刘表，二来监视玄德。如此甚好，有你随行，我可放心了啊！明公请放宽心，简雍定然不辱使命。且慢，主公，前次刘备去招降刘辟，并未成事，今日又是简雍与刘备同往荆州，依我之见，此二人有去无回了。你是嫉妒简雍？简雍不辞辛劳与刘玄德同往荆州，是你妄加揣测。主公，你等谋臣何不多用心在荆邦济世之大处，却要勾心斗角，党同伐异？啊！幸亏我是个有定见之人，否则，哼！这个孙公佑此时还不见他人影，不知找到大哥没有啊？三弟，稍安勿躁啊。